怪蛇。真的假的啦？今天我们带的是维也纳第二天，我们现在正在吃早餐，因为今天要去游乐园啦，就是在欧洲里面最大最恐怖的普拉特游乐园。因为我就知道欧洲的食物跟我们亚洲人吃的比较不太一样，常常会有一些不得不吃的问题，但是不用担心，这次旅行我特别从台湾带了我们的国民性效应。吃饭不固定，饮食有限，那所以呢，当然会出现一些可能不习惯的地方。但是我发现我吃了之后啊，不只是消化力、代谢力、保护力都提升了，而且很适合各个族群，就算是孕妇也都可以安心食用哦。跟大家说，在欧洲的水都可以这样打开直接喝的哦。在饭后呢，就可以吃两颗。要出门了，赶快收一收。一旁边可以吃两颗酵素锭，你要吃一下。它是不管任何族群的，刚好你手上有水，你也吃两颗。这边的东西你怕你吃不习惯。好吧。超级大的摩天轮，然后它的外观就是非常的欧式，然后非常老式，因为它这个是已经超过100多年的建筑了。然后我下体一直不断在流血，因为月经来，而且我发现我在欧洲流的血特别多。我会想知道，就像乐福村那样，你进去就是买一张门票，就什么都可以玩。它是每个设施付一次钱。那我们去拿地图吧，那边。好，哇靠，它这么大哎！上班走多久？我们才2个小时玩得完吗？你确定很实？我们玩最刺激的啊！我不敢玩那个，就这个直接降下落那个。我们问工作人员 ，What is the more exciting？ 我不要玩 more exciting， 我要玩往前冲凉快的那种。那这歪七扭八的。好好，走 ，Let's go， 走。这是给游乐园儿童玩的嘛？哪里可怕？那还有个纸老虎，你要玩哪一个啦？有大怒神哎！我不敢玩，我不敢玩大怒神，我不敢玩大怒神。那还有个纸老虎，他受不了你是鬼。哦，是鬼耶，你敢玩吗？人要比鬼凶。那看起来就不凶吗？一拳都打爆他了，好吗？多少钱？他在笑，他不理我。啊，他头上好酷，你快看！哇！可是会很可怕吗？这个像那个荡秋千。会不会很可怕？不会，会很好玩。走，你也要一起玩哦。我不敢。哎，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们了。The horrible, not horrible、嗯。用钱换代币，好，投出去。两个人走。我投了两颗哎。你直接跨过来。啊，看我月经来还卡在上面。我不想被这样喷，妈的！我跟他讲 no water， 我的妆会毁掉。会变成女鬼。So, dear guests, dear visitors, dear viewers, welcome to the tornado and enjoy this ride.If you really like me, I will read your message. Okay. Nice to meet you. Bye bye. And visit Rafael, visit Tornado. Okay. Bye guys. Bye bye. 他还没给我喷水，算不错。不然他喷水，可能会杀他吧。你不是说要去玩那个水的吗？好啊，要玩哪一个？走啊，都玩啊。那个水的，大家可以一起玩。哇，他这会有水进来好吗？一定会的。不知道这个跟台湾的会有什么不一样？哎，会我们开上去，然后用电梯把我们带下去。怎么样？啊！
歪掉，看它是什么鸟，什么屁都不能用，你看。还是勉强可以用啊。拜拜。OK OK。耶，我扫到，我扫到了。看靠背哦，相机被摔裂了啦。靠背哦，真的假的啦？刚出国才刚买，我整个吓傻，一直转，天旋地转，好险它是保护壳啦，不然我们就吓坏。好险，好，那保护壳比较好。好孩子不要学。酵素，国民速效定，它高达22种的活性酵素，它没有添加任何的泻药成分，它依然可以帮助消化，而且排便顺畅，还添加了台湾珍贵的牛蒡绿原酸，给你的消化道满满的保护力。哎，想拉个屎还要红币啊？这不多少钱啊？10块喷出来了，哎，可以吧？妈的！A few inches later， 啊，终于大完便了！哎，我内裤夹在里面呢，你看。现在要再去玩别的游戏，玩那个最恐怖的奥林匹克啦。好，去玩那个奥运的那个。哎，这样的话就不用再怕挫赛喽。天鹅湖。哇！这个主题它是奥运的主题。五个圈圈。像个运动的象征。一起上来玩。好，谢谢你们了。谢谢你们。两张票。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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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脊椎快撤弯了，啊，终于终结了，好好难过。对，它们狐臭味很重。来，干嘛？因为我眼睫毛不舒服啊，我想把它重贴啊。坐一坐，眼睫毛飞走。擦我眼睛里面的饭啊，干。Hello， 我是你的粉丝，我们台湾人啊。对啊。哎，真的台湾人。Hello， 我跟你讲，我刚刚在旁边约会的公园，我看到你在这边，我想说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Oh my god， 寻到台湾人。太开心了。强强本人真的是辣到不行，辣到疯掉 ！Oh my god， 发自内心的讲，没有节目效果，好辣你玩得开心，我要去感受了。拜拜。我不想玩鬼屋，我觉得鬼屋很可怕。真的要玩鬼屋啊？我不敢玩哎、欸，会不会很可怕呀、啊？妈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的妈妈呀，那是闭眼睛吧？闭眼睛，那这不是浪费钱吧？那你看。Good luck. See you tomorrow. See you tomorrow. 哎，都完了。叫的比谁都大声是什么意思啊？下一个玩什么？赶快，这个好干嘛？这个是 boomerang， boomerang 是什么？这是那个 IG 的 boomerang 啊。一直这样，一直这样。那你在？他手没东西抓。好可怕！如果这个……啊！
确定？我为什么这样讲？哇，个屁呀、啊！干！四，那就是的四。这个是高空弹跳，它就是自由。它是高空弹跳。每个上去人下来的脸都超臭的，还有个差点晕倒，我不敢，我不敢。上面没有人下有好脸色的，你疯了！难怪网络上有人玩到晕倒，脸上到时候我血都流出来。听你在硬掰。好险我们两个没有去玩那个什么弹力带，这他妈上树上风景怎么样？风景怎么样？太高了，风景怎么样？好可怕！最后一个要玩什么？水上历险嘛，独木舟。对。哇！我有这么高的要来喽，准备好了吗？想到可以这么好玩，而且超多游乐设施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敢不敢，不过我们介绍给你们里面的状态了，大家可以赶快来维也纳玩哦。你觉得最好玩的是哪一个？我觉得那个 Boomerang 吧， Boomerang 很好玩。那我们要回家啦。最开心的是还好我有国民速效定，第一次出国就拉得这么彻底，而且很干净。那另外它有搭配酵母铬，酵母铬它可以加强辅助苦瓜生态的作用，还有铬它可以维持糖类的正常代谢哦。大鱼大肉我也再不怕啦，因为我有国民速效定，全方位的分解食物，阿江的酵素超有感的。刚刚开始我的 Instagram， 刚刚我们在玩第一个游戏的时候，那男生他就说：“哦 ，Charlie， I'm the guy from 了那个刚刚那个荡秋千。”对，他说他很喜欢我的长相，他以为我是菲律宾人，菲律宾是世界选美小姐第一名，哦，让我觉得非常的感谢。他觉得说，如果你是诚实的，觉得他很帅的话 ，We can go to a day someday， no nips and chill， don't worry， just daytime， a day in a restaurant。你是要打炮的啦？对对对，他是想诚心跟我交友的。我们跟离开之后才看到讯息，他又传了一个影片跟我说，我想跟你约在这个最高的这个器材这里的下面，我们在这边等你。然后等了我大概三个小时吧，但我们根本没看到讯息啊。所以我就跟他讲 ，sorry， 我们脚已经离开了，太累了，脚已经脚也严重发炎了。下次跟他见面，他很可爱，握他的 IG。OK，